说说你刚刚说什么。你好。你好，这里是门卫室，有您的快递。哦，谢谢。你在哪？在家里吗？小区门口，我刚收到电话。听我的话，不要给任何人开门，明白吗？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？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啊。妈妈，吃饭完了，我可以给他。妈妈刚刚才跟你叫，一会儿叔叔才会送过来的。送来了，在敲门呢。什么？送披萨的，现在就在外边等了。我可以给他开门吗？怎么千万别开门，千万别开门。哎，那人不是送披萨的。